是在一个 ACG 的乐队做主唱，就是是一个动漫类的，主要是翻唱一些，然后翻唱一些日本的，就是比较好的 ACG 的歌曲，动漫类的歌曲。最开始是大概我初二的时候，就还是六十级的时候，然后是班里的男生一直给我推荐，说特别好玩，然后呢我就去下载了，当时下载了大概就1000多吧，就一直开着电脑，然后好不容易下载的都下吐了，然后上去以后，因为他们所有人玩的都是部落，然后我一直觉得部落特别丑，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然后我就觉得亡灵可能挺帅的，我选了一个女亡灵进去了以后，就我又看周围好像是有怪，大概叫什么遗忘的骷髅什么的，我以为是就是我的好兄弟，就是别的玩家，然后说怎么别的玩家都叫这么就是这么大俗的名，然后后来看到那边又有一个遗忘的骷髅，我就想大家为什么都叫一个名字，然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要打的怪。一开始就先确定我要玩一术士，然后跟他的原因一样，也是就是因为黑暗系嘛，然后其次是当时看职业介绍的时候是一个血精灵男穿着 T5 的那个造型，我对血精灵那身板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我觉得那个 T5 那套装备特别符合自己的审美。我记得一开始就我六十级刚去玩的时候，电脑好像特别卡，可能因为那会儿太早了吧。后来高中应该换了一个机器以后，就玩的时候也会把就所有配置都尽量降到最低，然后这样游戏的时候才能不卡。感觉魔兽好像就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巨大巨大的游戏了，然后普通的机器哈，一般家里带的机器好像挺难跑进来的。当时我们认识是应该是3年多之前，应该是9月份认识的，你看我记着了。然后当时是有工会的别的人，就是外地的一个妹子要来北京找她男朋友，他们两个是在线上就勾搭上的那种，他们告诉我还有一个单身的妹子也要去，我觉得那这就更那什么了，就这个非常吸引嘛，这宅男认识妹子的机会特别少。虽然当时我抑制住了内心的激动，整个晚上我都表现得非常酷，然后话非常少，然后但是我还是借机我说坚持我要送你回家。因为我当时带了相机，还借机让我给他拍几个肖像照，然后他要拿过去要给什么人发，对对对。然后从然后就这样就顺道在网上也可以建立联系了，因为我要传照片给他，回去以后就是他后来联系上之后，他忽然冒出来一句觉得我长得挺帅的，这个让我有一种晴天霹雳的感觉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没有人这么评价过我，我觉得我就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兴趣。现在基本上就是周一到周五是正常上班，然后再去日本 APP 做编辑，然后下班以后，然后回家基本上都很晚了，所以因为有乐队，然后要练习的话，所以就基本上每天就是挺紧张的，然后非常充实，就即使不玩游戏也就是安排得很满。我是一个知道了开头就一定想知道故事结尾的人，就是可能会跟到最后，我也一直在想魔兽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，然后让他坐那儿，我坐电脑前面听听音乐，看看这艾泽拉斯双月，然后感觉心态平和了啊，打个战场去吧，杀下人吧。
我的 ID 是那个 Best Owen， 缩写就是 BB， 现在在那个熊猫 TV 直播，主要就是直播魔兽 PP 这块，就3v3竞技场。我觉得比打副本好玩，就是因为它是都是每个玩家嘛，因为它每把就不一样。14年那会儿，14年嘉年华，国内打的还可以，但是国外没打好。然后国内我们是拿第一，然后但是后来是代表中国去那个韩国打，但我是输了。考虑没周旋，因为我们那个组合就针对他们那个组合就练了好久，但是他们比赛就换了一个组，临时可能就没有变过来一点。这个就是我平常直播的地儿，这个就是一般我直播电脑，这个电脑是差不多32G， 然后 i7， 这是一个网友赞助的，就是那个属于粉丝吧，就是赞助我买了一个。就是我们去那个嘉年华，去上海打的，就是线下。这个就是那个韩北川刚刚提前大宝，这个好像也是他。啊，这是我们拿第一领奖的时候，这个截图好像没截好，这个。啊，这是打的时候他那个截的瞬间。就是拿冠军的时候。然后这个是14年上海，然后这个是去韩国的时候。这个是发言的时候，当然他这个化妆了，这个呵呵当时好像有一翻译，然后他问我，好像问我紧不紧张，我说不紧张，因为那会儿其实我们准备还是挺充足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，这是我们打完以后，然后你看他就是表情就是已经稍微有点就眼眶红那种感觉。这是我82级那会儿，我82级那会儿打那个战场，我那会儿杀了50多人，截了一图。这个啊，这是82级，这是 S 级 ，S 八吧好像。那会儿我记得 S 八竞技场挺好玩的，我们5个人就是在一个网吧打竞技场，就我们5个人。然后后来那网管都过来说你们小点声，我们那会儿就喊嘛，就啊赢了赢了，这样子。这会儿是我们创第一的时候，因为那会儿是3100应该是最高，我们是打的3114，就是我们应该是这一把应该是赢最后一把，我记得是。那对面这个是属于那会儿属于大哥队嘛，就属于打的相当好。因为像国内最近比赛多了，像之前2013、2014、2015年就基本每一年只有嘉年华比赛，一般我们自己就 PVP 玩家就是自己可能就自己大家自己存钱，然后就自己办一个比赛。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那个上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上班太累了，每天因为我之前实习的时候差不多8点上班吧，然后上到晚上6、7点钟，我觉得太累了。然后后来就是毕业以后，然后那会儿刚出来一个平台，然后我在那个做直播，感觉效果还不错，一个月收入也还就几千块钱吧，我觉得可能比那种实际上班好一点，我觉得这相对来说自由一点吧。我是从我7年级的时候，那个巫妖当时版本还是巫妖王的时候开始玩。你当时7年级，我5年级差不多，5年级。哦，我是受我哥的影响，他特别喜欢看魔兽小说，然后呢，他说有魔兽世界这游戏，说让我们一起玩玩，我们就开始。我当时选法师，因为法师比较强，然后当时他们不是说那叫什么干儿子的吗？那个暴雪干儿子，所以那法师比较好。当时我是团长，然后呢指挥咱们团打的，真的就是从7点开始打，灭团灭到差不多凌晨1点还是2点，就是练到那个把人家灭到团里的人都是怎么说呢，比较绝望的时候吧。但是呢我们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，很团结，也没有去怪任何人了。但是呢过了一星期以后就把他打赢了，所以呢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次。因为我们这年龄的人也是玩过来的，我以前20多年前，包括10多年前，我自己也比较痴迷玩，那时候玩 Delta 呀、什么的，把机器都给改装了，在家里天天玩。小孩玩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自己是比较非常 open 的，接受，但是呢，得要立一些
规矩、时间方方面面的那个啊控制，什么时间可以玩，周末啊什么的，平时学习紧张就不能玩了，所以要不断的检验他这种控制能力。所以首先从这一点来讲，我觉得我们家这小孩这一点完成的不错。所以从那个首先第一，我觉得对他们的这种责任心、控制力是一个很大的锻炼。一起玩的时候，你反正有责任感挺重的，我觉得。然后责任感挺重的，以后就是假如说你要是犯错什么，你也感觉比较内疚之类的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感觉责任感比较重。一种叫做 accomplishment leadership， 哪怕是游戏里面是个虚拟的，但它也是一种锻炼。这点我觉得是很多中国家庭，我觉得要好好反省，要思考。只要玩游戏没这么可怕，像我们家小孩玩游戏，包括自己的学业、自己的职责、学习的责任，那个都完成得非常好。不要放弃，不要在面谈的时候就放弃，不要去指责别人。与其指责，应该去想想怎么样让你下次更好办法。找出问题。第一家网吧呢在海淀清河，当初呢那个200多平米，当时的网吧呢应该整体北京市的规模都在3-4台左右，我那第一家店呢当时是88台电脑。魔兽世界应该是在2005年吧，2005年好像是从内测到公测，应该是在中旬左右。刚一推出来，大家呢都是整个网吧都在抢着玩的游戏。但是你不升级呢，这个网吧这个机器就顶不动了，大家都得升级。后来呢，把网吧的电脑呢从 CPU 呢推到2.4，内存呢512一个 G 就开始往上顶了。这是当初魔兽世界呢。就是无论你的电脑能不能用，就是逼着你必须要这么升下级，不升级的话你这款游戏就不支持。内测开始的第一天晚上，然后我是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几个人共用的账号，然后特别紧张，因为什么时候就是感觉什么时候就可能会被人踢下去了。我进入游戏以后，我人物显示不出来，一方面是因为服务器可能人太多了，另一方面就是机器配置太低，然后我根本看不到我的人物，我只能看到地上的一个圆圆的我的影子。那个时候影子还没有像做的像现在那么那么逼真。在那个年代，可能是大家对这么一款经典的游戏可能刚开始推出，大家猛的呢，这个热衷度啊一下爆棚，经常是3-5天，说一个星期半个月不回家的一比。当时就是下载不了游戏，这个是前提嘛，就是，然后呢，我们那个时候也下载不了游戏，但是，在北京有一个玩家，就 NGA 的有一个玩家下载到了游戏，下载好了，然后我们马上去找他，从他手里面拷到了这份文件，然后并且就是我们拿回来以后验证，就说 OK， 这个版本是 OK 的。然后我们在 NGA 上就发了一个帖子，说在北京的如果说下载不了游戏，欢迎来 NGA， 我们在某某这个我们的地址是某某某某某，然后你们过来，然后我们给你考。然后当时真的来了好多好多的玩家，然后我们本来是只提供了一台机器的这个拷贝，但是发现满足。